黃毓民議員。多謝主席。政府成日開口埋口話尊重法治，但你睇佢點樣看待呢、這個梁國雄訴律政司司長嘅即係呢件案嘅裁決，你就知道咧呢、這個所謂尊重法治咧就得個噏字，就虛有其表。其實法院好清楚裁定立法會條例第39(1)(b)(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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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並且就呢個立法會條例第39(1)D 條提出一啲意見。嗱，你就喺度博懵，你博咩懵呢？即係個法官咧就針對嗰一個訴訟人提出嗰個所謂司法覆核，嚟做咗一個推翻咗你呢個立法會條例嗰個規定嘅裁決。另外一個佢留咗少少空間，你就喺度博懵，係嘛？呢個就係你可以有嘅空間，係嘛？咁嗰兩條嘅條文其實大家都睇到個性質基本上係差唔多噶嘛，係咪？你39(1)B 嗰度咧就話好清楚啊，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刑罰的其他懲罰，呢個就係梁國雄嗰、那個即係嗰個 case 係嘛？咁好啦，法院就即係做咗一個終極嘅裁決，話俾你聽，呢、這個就係違憲嘅。咁啊，但係39(1)D 條咧，就佢冇提到違憲，因為佢唔係審緊嗰樣，但係佢都提出一啲意見，係嘛？你就喺度博懵。你而家嗰條39(1)B 咧，你又冇得唔改嘅，係咪啊？39(1)D 咧，你係採，即係你採佢都傻嗱。嗱，如果你不服上訴咧，即係好簡單啦嚇，呢個係即係你可以繼續去做你要做嘅嘢啦，或者但你唔可以攞一個咁嘅法律問題做公眾諮詢，跟住攞18份公眾回應，毫無代表性，係嘛？咁然後你就愛嚟做一個藉口，係嘛？嗱，選舉權係神聖不可侵犯嘅，我依家話俾你聽，好清楚嘅，所有即係有憲制規定嘅國家或者地區都講得好清楚嘅，係咪？任何嘅限制，你只能夠通過法律上一種原則叫做相稱原則測試。那個相稱原則測試就話，你相關限制係為咗達到正當嘅目的，並且同嗰個目的具合理關聯同埋相稱。咁於是你而家就話咧，我都有正當目的嘅啊，三個獲法庭確認嘅正當目的。第一就是維持公眾對立法會和立法會議員的信心，第二就是確保立法會順利運作，第三就是維持公眾對選舉制度的信心。嗱，呢三個正當目的咧，你擺喺39(1)B 同39(1)D 都啱嘅喎。文件第九段就列出政府反駁兩個律師公會的理據，除了事項涉及懲教院所管理同埋行政方面嘅技術困難之外，其餘兩點都適用於第一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的人士，第二，正在服刑而受監禁的人士。點解政府接受39(1)B 違憲而認為39(1)D 可以保留呢？係咪？咁你博人哋第二次又一次又打多一次官司，係咪？你係時間多錢多，係咪？又再輸多次，係咪要咁呢？係咪？好，副局長。主席，其實我仲有好多條，咁你講緊你答咗呢個先啦。點解要夾硬？你還掂有個機會去改，咁你唔係嘛？即係分開處理。好，你俾阿副局長答先啦，好嘛？啊，一陣仲你再提啊。主席就黃議員提出嗰個問題咧，即係呢兩條條文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？最大嘅分別就係39(1)B 咧，佢係未服刑嘅；但係39(1)D 咧，佢係已經服緊刑嘅。咁所以喺參唔參選、應唔應該參選、俾唔俾佢參選呢個問題上高咧，係有分別嘅。咁所以喺諮詢期裏頭，對，就算對於未服刑咧，係俾佢參選修改呢個條文咧，我哋喺大眾嗰度咧，亦都係得到不同嘅意見都有嘅。咁就算去到已服刑嘅俾佢參選啦，或者唔俾佢參選啦，呢、這個亦都係喺諮詢期間咧都有不同嘅意見。但係正如我正剛才咧係交代咗同委員會交代咗咧我哋嘅諗法，咁呢個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佢如果係服緊刑喺個監獄裏頭嘅話咧，過往一路都係唔容許啊，就算哦，簡單再問你一樣嘢，喂，
我唔同你讲咩原则咩参选权啊，即系系绝对权力宪法赋予，唔讲呢样先啦，唔用呢个原则嚟讲。咁两个律师工会嘅意见，你系当佢废嘅，系咪？喂，啱用嗰啲律师工会意见，你系当补。而家律师工会同你讲嗰啲，你系当佢废嘅。而家同你讲法律啊嘛，大佬唔系同你讲政治啊。虽然你做呢件事好冇政治道德噶啦，你而家呢种做法就系、是，系咪？即系只要测候选人对佢涉及嘅39一。啲嘅情況作出真實清楚公開嘅聲明，喺充分知情底下，選民仍然選佢做立法會議員咧，我睇唔到呢個點樣影響公眾對立法會、立法議員、立法會議員同埋選舉制度嘅信心。喂，我哋過去都有呢啲例子啦，立法會啱唔啱啊？主席係咪？你有冇損害到對個立法會嘅信心啊？有啲人俾人判咗刑，跟住再選贏咗，係咪繼續落嚟？咁你有冇損害啊？冇啊嘛，係咪？所以嗰個參選權好重要，你不能夠掉以輕心嘅。而家既然有個機會俾你去改呢個立法會條例，你咪要改咯。大佬，我哋搞五區公投補選，你就剝奪我哋個參選權，係嘛？嗰啲你係改，係嘛？搞到鬼哭神號，天下大亂，係咪？留低條尾巴。但呢啲應該正正當當，法院又做咗個裁決，你就唔去改，仲要將個兩條分開，係咪？明明可以借一個機會一次過搞掂，由兩個律師公會又俾意見你。是不是很清楚先，阿副局长，为什么两个律师公会的意见你当我废的，你答我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时间已经过钟了，下一位。主席，我要最后再次强调，这些所谓相关的限制和履行议员职务呢是扯不上关系的。所以你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。我们是从那个参选权受宪法保障的角度出发。既然现在你有机会有梁国雄这个案件，是吧？政府敗訴，咁啊三廿九一 B 你一定要搞嘅，咁啊三廿九一 D 你啊留條尾巴喺度，係咪？你喺度搏懵，法庭俾個空間你，唔係叫你搏懵啊嘛，係咪先？係咪？呢個好簡單的道理啫嘛，講極你都唔明，叫你答兩個律師公會有曬文件，寫曬佢哋啲觀點，喂你完全嗱你而家話啊，我諮詢緊啫，你又唔可以武斷話我而家唔接受兩個律師公會意見啊，我幫你講埋都仲得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真係冇表示啊嘛，係咪？依话阿江华兄，你都冇睇书咧，唔熟书咧，你知唔知咩一回事咧？而家讲到而家，嘥咁多时间，系咪？头先梁国雄提嗰个最好嘅咧，79就已经有规定嘅啦嘛，系咪？已经补咗个漏嘅啦嘛。去到79嘅时候讲咩啫？喂，你成日唔嚟开会3个月，又炒得你系嘛？坐监我哋都俾人喺呢度提过啦，蒋丽云都提过要炒我哋鱿鱼啦，不过过唔到啫嘛，内会都咪大会又过唔到，咁解啫嘛，系咪？你有个机制喺度噶嘛？你又可以啟動呢個機制噶嘛？對呢啲犯事受服刑嘅人，啱唔啱啊？即係既然有，我成日講有個機會去即係康補缺位，係嘛？撥亂反正，咁咪應該要做啦。仲要鬼鬼祟祟，毫無政治道德。喂，大啲嗰啲講喂831人大常委會，我冇得喐啦，共產黨話事，咁冇計啦，係咪？都同情你，一係就冇做。系咪？一系就落地獄，揀兩條路，你揀落地獄，咁冇計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問題呢啲有得改噶嘛？喺你個權力範圍底下，可以完善嗰個憲制上邊保障參選權嘅，你都唔做，系咪？咁點可以期望有啲泛民議員話：，你個平台咧，你嗰個民情報告啊，要聽下我哋意見，嘥時間，嘥時間。